港大二手擺放喺校園嘅國商之處。衛生署轄下科學委員會商討接種兩劑復必泰嘅人打第三劑嘅安排。英國第一次單日新增確診超過100,000宗，約翰遜堅持聖誕之前唔會收緊防疫限制。各位午安，我係彭建華。香港大學移走擺放校園嘅國商之處，運到港大加道理中心。校委會解釋，雕像日久老化，而最近嘅法律意見認為，繼續喺校園展示會為大學帶嚟觸犯刑事罪行條例嘅風險。移走國商之處嘅工作喺深夜展開，凌晨4點過後，工作人員用吊臂分批將用膠包住嘅雕像組件丟入貨櫃。去到清晨6點幾完成，成個行動歷時大約3個鐘頭。貨櫃之後運到去林錦公路嘅港大加道理中心。港大喺運送國商之處嚟到加道理中心之後，下方喺中心出邊加強咗保安。港大校委會喺聲明嗰度冇提到國商之處會喺呢度擺放幾耐，即係話會妥善處理，並且就適當嘅安排繼續尋求法律意見。聲明解釋喺尋日嘅校委會會議作出移走嘅決定，衡量咗大學整體利益，強調大學從來都冇批准任何人或者團體喺校園擺放雕像，亦都有權隨時採取適當行動處理。又話雕像已經日久老化，大學亦為關注雕像欠佳帶嚟嘅潛在安全問題。法律意見亦都認為，如果繼續展示，會為大學帶嚟觸犯法例嘅法律風險。創作國商之處嘅丹麥雕塑家高志活喺社交平台嗰度發文，對於雕像被移除感到震驚，又話過程冇人能夠記錄。象徵悼念六四事件嘅國商之處，1998年開始擺放喺港大校園，曾經運去維園六四燭光晚會嗰度展示。港大喺今年10月去信已經宣布解散嘅支聯會，要求喺指定日子內移走國商之處，否則會被視為放棄。高志活之後話係擁有人願意嚟香港運走佢，但係要求港府保證唔會控告佢違反港區國安法。無線電視記者鍾卓希報導。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查發現，消防處喺打擊非法燃油方面有改善空間。報告指，處方現時專責特遣隊只有7個人，而2016年至到2021年6月底。因為參與非法燃油活動被入罪個案罰款5,000至50,000元，冇人被判監，認為阻嚇力不足。報告透露，處方正係修訂相關條例，減低不法者走法律罅機會，同提高罰款額，預計出年第一季實施。報告建議處方增加人手巡查，長遠亦都應該從源頭入手，規管油公司以批發價將柴油直接賣俾分銷商等，以免有人從中在非法油站再轉售。衛生署轄下兩個科學委員會商討已經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的人打第三針的安排。會議在朝早舉行，據了解，委員會亦都會討論是否應該縮短第二和第三劑的接種相隔時間。現時接種兩劑科興疫苗半年後的人可以預約接種第三劑復必泰或者科興疫苗。不過打了兩劑復必泰的人，只限長者等指定高危群組才可以接種第三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說，目標下個月初擴大復必泰第三劑的接種。歐洲的新冠疫情繼續擴散，英國第一次出現單日超過100,000人確診新冠病毒。首相約翰遜堅持聖誕節之前不會收染區，但上個星期每100,000人只有114宗新感染個案。無線電視記者楊德偉報導。科興發表在巴西做的研究報告，指他的以滅活技術製造的疫苗在孕婦群組當中表現出良好的安全性，較其他技術的疫苗不良事件發生率更低。研究收集了今年4月至8月的數據，期間大約76%孕產婦接種了超過25,000劑的科興疫苗，涵蓋20歲以下青少年和40歲以上高齡產婦，當中74%是21至35歲，連同其他3款即是輝瑞、阿斯利康和強生疫苗，
一共接獲3300多宗嘅異常反應報告，當中以科興嘅異常報告最少。10萬宗當中，只有大74宗有關報告只係初稿，未經業界嘅評核。休息翻嚟會有其他消息，陣間再見。翻嚟新聞時間，先睇財經消息。外電報導，人工智能公司商湯計劃以下限定價。彭博引述消息指，商湯今次招股計劃以3.85元定價，屬招股價區間下限。公司計劃發行15億股，預料集資金額近58億。股份星期四中午截止認購。綜合券商數據，公開發售部分已經錄得超額認購，股份預期今個月嘅30號掛牌。有商場負責人對今年聖誕市道表現表示樂觀，預期生意額較舊年有30%嘅升幅。我哋對於今年嘅聖誕銷售咧，其實非常樂觀嘅。咁估計咧，今年商場嘅人流咧，比舊年升20%到啦，生意啊大概先30%嘅。因為宴會開始解封啦，好多人趕住年尾結婚啊、擺喜酒啊、社團嘅聚會，同埋餐飲大型嘅餐飲都比較多咗嘅。我相信咧，珠寶、鐘錶一啲電子產品同埋餐飲都係受惠嘅。過往一年啦，咁本地消費基本上係回復係喺疫情以前嘅啦，大部分本地嘅商場，反而即係比較要需要幫手嘅就係啲傳統旅遊區。睇啲金融行情，恆生指數中午收市報23,140點，升37點，總成交652億。最後嘅港股中午收市價，騰訊控股升17.8元。京東集團跌19.8元，美團跌8元，恒生中國企業升8仙，盈富基金都係升8仙。阿里巴巴跌7%，東陽光藥升3.7毫，建設銀行升9仙，小米集團升2毫，快手跌8%。其他主要藍籌股表現。匯豐控股升4毫，友邦保險跌1.5毫，中移動升2毫，港交所升2元，煤氣升4仙。恒生科技指數5628點，跌56點。滬港通額度使用方面，內地投資港股嘅港股通額度餘額有403億人民幣，投資內地 A 股嘅滬股通每日額度餘額大概有500億人民幣。至於深港通嘅額度使用，內地投資港股嘅港股通額度餘額有411億人民幣，投資內地 A 股嘅深股通每日額度餘額大概有514億人民幣。內地股市，上海 A 股升4點，上證綜合指數都係升4點，深圳 A 股升3點，深證成分指數升36點。其他消息。聯合國通過人道援助阿富汗的決議，澄清並沒有違反聯合國的制裁。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說，不應該團介紹議會運作，分上午和下午兩個時段舉行。上午參觀的包括梁希、林作慧、朱國強、龍漢彪和霍啟剛等當選人。在現屆主席梁君彥和秘書長陳維安陪同下，先參觀會議廳，因應宣誓時候要符合國旗及國徽條例，會議廳已經改掛國徽。他們又參觀其他會議室，新一屆議員增至90人，立法會大樓需要擴建，工程2025年才完成。有45個議員和他們的職員要到大樓旁邊的中信大廈臨時辦公室辦公。香港大學移走擺放校園的國商之處，運到港大加道理中心。校委會解釋，雕像日久老化，而最近的法律意見認為繼續在校園展示會為大學帶來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的風險。移走國商之處的工作在深夜展開，凌晨4點過後，工作人員用吊臂分批將用膠包住的雕像組件丟入貨櫃，去到清晨6點多完成，整個行動歷時大約3個小時。貨櫃之後運到去臨錦公路的港大加道理中心。港大在運送國商之處來到加道理中心之後，下方在中心外面加強了保安。
港大校委會在聲明中沒有提到國商之處會在這裡擺放多久，只是說會妥善處理，並且就適當的安排繼續尋求法律意見。聲明解釋在昨日的校委會會議作出移走的決定，衡量了大學整體利益，強調大學從來都沒有批准任何人或者團體在校園擺放雕像，亦都有權隨時採取適當行動處理。又說雕像已經日久老化，大學極為關注雕像欠佳帶來的潛在安全問題。法律意見亦都認為，如果繼續展示，會為大學帶來觸犯法例的法律風險。創作國商之處的丹麥雕塑家高志活在社交平台那裡發文，對於雕像被移除感到震驚，又說過程沒有人能夠記錄。象徵悼念六四事件的國商之處，1998年開始擺放在港大校園，曾經運去維園六四燭光晚會那裡展示。港大在今年10月去信已經宣布解散的支聯會，要求在指定日子內移走國商之處，否則會被視為放棄。高志活之後說是擁有人願意來香港運走他，但是要求港府保證不會控告他違反港區國安法。無線電視記者鍾卓熙報導。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查發現，消防處在打擊非法燃油方面有改善空間。報告指處方現時專責特遣隊只有7人，而2016年至2021年6月底因為參與非法燃油活動被入罪的個案，罰款5000至50000元，沒有人被判監禁，認為阻嚇力不足。報告透露，處方正是修訂相關條例，減低不法者走法律罅機會和提高罰款額，預計明年第一季實施。報告建議處方增加人手巡查，長遠亦都應該從源頭入手，規管油公司以批發價將柴油直接賣給分銷商等，以免有人從中再在非法油站轉售。衛生署轄下兩個科學委員會商討已經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的人打第三劑的安排。會議朝早舉行，據了解，委員會亦都會討論是否應該縮短第二和第三劑的接種相隔時間。現時接種兩劑科興疫苗半年後的人可以預約接種第三劑復必泰或者科興疫苗，不過打了兩劑復必泰的人只限長者等指定高危群組才可以接種第三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說，目標下個月初擴大復必泰第三劑的接種。變種新冠病毒 Omicron 在全球迅速蔓延，美國所有州份都出現病例，英國單日確繼續。新聞時間先看財經消息。恒生指數中午收市報23140點，升37點，半日總成交652億。最後要港股中午收市價，騰訊控股升17.8，京東集團跌19.8，美團跌8元，恒生中國企業升8仙，盈富基金升8仙。阿里巴巴跌7，東洋光藥升3.7，建設銀行升9仙。小米集團升2毫，快手跌8。其他主要藍籌股表現，匯豐控股升4毫，友邦保險跌1.5毫，中移動升2毫，港交所升2元，煤氣升4仙。恒生科技指數5628點，跌56點。內地股市，上海 A 股升4點，上證綜合指數升4點，深圳 A 股升3點，深證成分指數升36點。美國總統拜登話，已經與澳門記者王懷之帶大家睇下啦。大三巴、東望洋燈塔。眨下眼又变成长城。今年光影节还有特别活动，首次加入无人机表演，300部无人机照耀澳门夜空，为圣诞带来梦幻体验。好唔同嘅，即系以往系烟花嘛，即系今年系无人机，我觉得就第一就会系环保啲咯。我最中意5粒星嗰个图案咯，因为觉得真系有好多变化喺里面啊，好靓啊！小朋友咧，佢系中意边一个？為什麼喜歡 Margot 廟的？好像的。
好震撼咯，因為我哋離遠見到已經係覺得好特別啊。係因為我哋今晚都係第一次過嚟睇。你最中意邊一個圖案啊？同埋點解啊？那個安全二遊，即係代表係澳門，即係如果有啲旅客啦，內地嘅旅客過嚟啊，即係證明澳門係好安全嘅，希望啲旅客係玩得開心咯。而喺路環聖方濟各聖堂，就有本地團隊設計嘅光雕表演。向畫面入面我哋都會見到好多象徵式嘅中葡友好元素喺入面嘅，咁好多都係澳門嘅地標性建築咯。咁希望今次觀眾睇完呢個光雕投影咧，都可以感受到歡樂嘅同時，亦都可以帶出一啲澳門獨有嘅歷史文化色彩出嚟咯。澳門旅遊局2015年起舉辦光影節，今年活動主題係火星想旅行，表達火星朋友都想嚟澳門。所以到处都见到星球和外星人的光影被人打卡。这里叫做外星派对，在这里你可以跟来自不同星球的外星人一起玩，有高矮肥瘦的，也都有得回一对脚的。现场还有互动游戏。好好玩，同埋呢我喜欢玩这个游戏，同埋呢拍照的时候拍得很标准。光影节覆盖路环、氹仔、澳门中区和北区等共有七条路线，展出日期至下个月2号。无线电视驻澳门记者王慧芝报道。转头会有另一节新闻。